是赖伯，今天是2007年10月6号，新左营站8:38。所拍摄的是3034金融南湾线号，花东线号，花莲。DR2900型，DR2901加上 DR2902，车往边左，加上 DR3000型、DR3001加上 DR3002，车往边左，加上 DR3000型，9辆，车往混挂边混边边左。混挂混边边组柴田之强，这个还3034，柴田之强，9辆车往混挂混边边组柴田之强，是3002跟3001，然后 DR2900型的车往这个，而且面板在你都都见不到，几百米几百米。然后头车为 DR3014 加上 DR3013，就这样，再见。